零科技，是以锂电池系统集成及锂电池结构件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建立了近400平米的研发中心办公区，拥有完善的研发、生产、检测配套设备，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统林科技还与多家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统林科技公司于2014年成立美国公司服务美洲市场，2018年11月成立统林泰国工厂，专门生产提供服务于国外客户的优质产品。2019年5月成立荷兰公司服务欧洲市场。统林公司致力于动力和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在电池的设计和制造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自公司成立以来，拥有和正在申请的各项专利达30多项。公司已通过 ISO 9001、 ISO 14000、 TS 16949体系认证，产品通过 UL CE ROHS FCC UN 38.3 EN 13849国际认证。公司并于2016年11月份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持之不懈的千百次试验，统林科技不仅是为了1000认证，更是推动着行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公司通过科技创新与转型升级，已逐步开发出如智能 BMS 控制系统技术、锂电池合成与制备技术、太阳能充电系统技术、锂电池充电管理技术、新型极地地区低温锂电子电池开发研究等五大相关领域的技术及产品体系，培养出了在各种功能电池研发应用、动力设备和性能扩展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艺设计、技术改造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企业不仅同国内民企展开合作，同时与韩国三星 SDI、 荷兰 STELLA 等客户提供了超过5年以上的产品服务。统林科技公司深耕锂电池领域，其核心产品主要有小型动力锂电池及储能电池，其主要使用于电动助力自行车、小型游艇、高尔夫球车、家庭储能设备等领域。通过不断的创新及新工艺的使用，能够提供体积比能量大于等于200千瓦每升，或能量密度280至300千瓦每公斤的锂电池产品，面向不同客户及市场。统林科技凭借强大的生产能力、前瞻的市场布局、优质的产品质量、良好的售后信誉，现已从国内的民族品牌向全球化布局发展。现在除安徽总部、深圳分公司外，已布局荷兰、泰国、美国等地区，建立生产工厂和技术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统林科技已与全球著名企业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和专业解决方案，让搭载着统林科技卓越品质的产品从各条生产线走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完善的物流管控平台，让仓储、配送、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条不紊。统林科技以专业的技术、快速的客户响应机制、高满意度的产品品质与服务，赢得赞誉与信赖，实现价值共创，汇聚改变未来的力量。客户100%的满意，是统林人永恒的追求。